江太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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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江太太，干嘛呀？你别拉我！没事吧？是我呀，我没有恶意。 我看你气色不好，要不咱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。别耍好人了，你在背后说我坏话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就是想看我笑话。你这真不知好歹！哎，别拉我说你！你坐，看清楚是我。你坐，你坐。妈，你怎么回事啊？ 小智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姐一大早就说想吃小笼包，所以我就出去给她买。结果我一回来，她人就不见了。我本来以为呀，她只是出去走一走，可这都一上午了，她电话我也打不通，她也没回来。小智，你说说，你姐不会出事了吧？妈，你先别着急。 姐虽然情绪有点不稳定，但我觉得她也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，也许她只是想出去透口气呢。一会儿就回来了，这样我待会儿先出去找找。真对不起小智，我知道你今天要去临海的，可是妈实在是急得没办法了。别说这些了，这面试可以推迟，要是姐真是有个什么事儿，我总的也不安心啊。对了，你给江村打电话了没有？我。 我哪有这个脸呢？我知道了，我先出去找找，你在家等着。万一姐回来了，你就马上给我打电话。哎，好。你醒了。 我这是在哪儿啊？你妈打电话给我，说你不见了，我到处找你，结果在商场里找着你了。你刚晕过去了，我没办法，只能把你现在到酒店来了。哎哎，你干嘛？你别碰我！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？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怀疑江村怎么会跟我离婚？你怎么不去死？你去死啊你！你当我像这么活着？ 你当我像一条狗一样每天粘着你吗？可是我喜欢你，我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你。这些年不管你干什么，你做什么，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喜欢你，没办法，我改不了。真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干，连你让我去杀人我都觉得。 你心里面还是只有江村一个，我不明白为什么。明明你在他那里受到的只有伤害，只有羞辱，你还是不愿意离开。好了，放弃江村吧，好不好？ 去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会过得很好，我们可以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不可能啊！不可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那你知道，你跟江村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。 他喜欢的根本就不是你，是霍之。你胡说！他喜欢的人是我，是他当年拼了命的追我，是他不顾家里的阻拦要娶我。娶的人是我，不是霍之。你坐，你坐。
气派了啊！哎呀，太棒了！我刚才看见了方秘书，怎么着？他现在也是你秘书了？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，一起吃个午饭，怎么样？还适应吗？你是说我在这儿当花瓶，还适应吗？波儿，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 融资会议以后，公司的员工都知道我不过就是一个摆设，核心业务什么的我还是插不上手，都是我哥在控制。波儿，但是你现在是公司的总裁，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，你哥还需要向你请示呢。一个 title 有什么用啊？就像这间办公室一样。 里面虽然坐着的是我，可是，在公司的股东和员工心里，他们只认我哥这个老板，我不是。看来我们还是小看江村了。阿姨，我真的不相信我哥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，但是那件事情他做的真的让我太失望了。波儿，其实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哥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 以前他疼你，就是因为你对他没有威胁，而且他得做样子给你爸看。但到了关键时刻，他不会管你死活的。不过也不用害怕，只要你用心，即便他现在在公司还能稳定住他的位置，但是公司早晚都是你的。啊，阿姨相信你，只要博尔肯用心去做一件事。 一定会成功的，阿姨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可能是我们两个很像吧。你看，我们都是一个人，不是吗？那我爸爸有没有跟您提起过我亲生父母的事儿？博尔。 现在谁是你的亲生父母真的不重要了。你要记住，你是江家的孩子，是你爸认可的继承人。就凭这一点，你就比江村强，知道吗？